人，你是昌盛、幸福、有影响力的。我是主播以诺，欢迎你收看本周的牧灵新闻。牧灵人，看到你实在太开心啦！特别欢迎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家人和朋友。牧灵人说：“一次欢迎。”下周为牧灵家族14周年庆，羔羊战士勇敢前行。在10月10号早上10点，将在劳工娱乐中心的演艺厅盛大举行。你开始邀请新朋友了吗？别忘了哦，一人邀3人，让我们一起敬拜高举神，也为着神在这一年为我们所做的一切，向他献上欢呼以感谢哦。会后还有版的精彩节目以及摸彩。另外，也鼓励弟兄姐妹推行牧灵慈善餐券。餐券所得将支持教会的慈善事工，让我们一起在爱的事工上有份。这一年来，神如何祝福在我们的身上呢？鼓励每位牧灵人在14周年献上感恩的行动。10月6号到9号是林真秀芬姐妹特会，地点在迪尔圣殿。特会将分享耶稣门徒的得胜4要诀，鼓励全小组预留时间一起来参加。另外，下周主日因为周年庆，所以青虫还有主日第一堂都暂停哦。服侍同工请参加周6的晚虫，由林真秀芬姐妹正道。想要过每天得胜喜乐的生活吗？牧灵教会在属灵上、人际上都为你预备好喽。属灵上的建造，从10月开始，每周二、每周五早上的晨祷将用导读的方式来进行。你可以在早上就被神更新，充满喜乐。报名采不请自来的方式。人际关系的建造，在10月23号到24号将有人际关系营的系列3。你可以学习在人际关系上得胜，并且获得双赢。本次适合每位牧灵人都参加哦。报名请洽小贤。第23届访韩盛会转化与复兴开始报名喽！即日起到10月31日止报名，并且缴交3000元。就可以享有优惠价，报名请洽智贤。侧耳听，掠过在呼求的声。侧耳听，无福的时代在哭泣，谁愿为我去？谁会向全地的尽头宣告基督是主？周在旗津有洗礼哦。周日下午1点半在迪尔圣殿集合，坐游览车出发。
如果你的组员有要受洗的，请一起预备礼物到现场祝福哦。本次受洗的弟兄姐妹有奈吉利亚短宣，10月17号到27号即将成行，请为本次短宣祷告以及慷慨的奉献。我们期待这一次能在那里建立教会，使当地华人可以得救信主。另外也募集可携带的简易干粮、罐头、泡面、干洗手液、防蚊液、蚊帐，还有维他命 C。 牧灵人别忘了，学耶稣，做门徒，带门徒，你是最有影响力的。我们下周见。